好了，荧幕部分也讲完了，荧幕部分也讲完了，我们最后来讲荧幕录影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荧幕录影有很特别的一个功能。那荧幕部分也讲完了，我们接着讲录影的功能。它内建录影，直接录到 SD 卡，那它现在就在录影。那我们要停止，也可以直接停止。Jesus。